三十三合是合，咱夏天必须洗澡按摩啊！我操！在这儿来干啥来了？啊，那这天太热了，然后把那个空调关了，我合计给你省点电吧，不是？不用你省那点电呢，我问你，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了？那这夏天嘛，这出来凉凉快吗？凉快凉快，你上洗浴凉快啊？你说洗澡，你就说洗澡得了。显而易见的，我出来洗澡来了，那你不是啊？我也是啊，走，咱俩一起，咱俩然后咱俩唠唠。不，咱俩有什么可唠的？你他妈跟我没话啊！咱俩唠唠，你为什么上班时间点能在这儿出现？来，跟我走。你别，你别转，跟我走。Later， 我看你敢开车的。哎，不，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蛋蛋，给我下来！你干啥？你把账挂我手牌你就走了？我这不有，我想来有个片儿没剪呢，然后赶紧回去剪那个片儿。我这不关心工作吗？干啥呢？你花799啊？喝茶了，他家那茶才好喝。他家那装修能有799的茶吗？他家799送按摩。哎，你别说，贼合适啊！你他妈那是冲着茶水去的吗？你现在给我下车，快点，立刻给我下车！车，你不还有个片儿没剪呢吗？现在5:30，6点我要看到成片啊！我给你半个小时，够用不？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我他妈开飞机回办公室，你把车开走，我怎么走？